菩提道次第专辑，菩提道次第专辑。美国佛教会佛教电脑讯库功德会禁止。000菩提道次第专辑所收经典一览表。000-000菩提道次第专辑所收经典一览表。001根本论述。1年1月，菩提道次第馆松喀巴大师造法尊法师译。1年2月，菩提道次第略论宗喀巴大师造大勇法师法尊法师译。1年3月，菩提道次第新论宗喀巴大师造能海上师集。1年4月，菩提道登论底峡尊者造。1年5月，菩提道次第摄诵广本宗喀巴大师造法尊法师译。1年6月，菩提道次第摄诵中本宗喀巴大师造法尊法师译。1年7月，菩提道次第摄诵略本宗喀巴大师造法尊法师译。1年8月，菩提道次第受求加持诵宗喀巴大师造能海上师集。002主要解释。2年1月，菩提道次第略论释昂望堪布上师。2年2月，掌中解脱第一世帕崩喀仁波切开示第三世持将仁波切比受人七屈扎译。2年3月，菩提道自第诵略解宗喀巴大师造宋比丘法尊译优婆塞刘鹏许造科安清上师说解比丘观空度与优婆塞周书家比受。2年4月，菩提道次第论科诵讲记宗喀巴大师造能海上师集。2年5月，学习问答360则灭除心暗慢书译光论降巴妥莫郭和清译师者。2年6月，菩提道次第传承诸师修心语录一切悉的深缘。2年7月，朗忍要义安布昂望朗上师口授。2年8月，菩提大道丹增加措仁波切讲授。2年9月，甘露法阳菩提道次第教授其竹仁宝哲讲授。0033主要道。本3年1月，三主要道诵多闻比丘洛桑札八倍释论。3年2月，佛法三根本要义通俗解说多时。3年3月，甘露新华释义其竹仁宝哲主。4年4月，打开满足之门堪忍法师著述。3年5月，三主要道宗喀巴大师造宋帕崩喀大师讲授。3年6月，略说三主要道新要昂望敦正代德恩师昂望朗吉堪布讲授。3年7月，圣道三要堪布昂望朗吉上师口授。3年8月，三要所愿次第区入兜率尿梯根敦加措第二世达赖喇嘛这讲洋人清公义。004专门修法。4年1月六加行。4年1月1日，菩提道次第探玄捷径颇邦喀大师揭露于上师降巴吞诸人波切原著。4年1月2日，菩提道次第前导六加行法能海上师集。4年1月3日，菩提道次第体验引导修法教授帕崩喀大师造。4年1月4日，乐道六加行四世班禅大师者。4年1月5日，菩提道次第安乐道论四世班禅大师者。4年1月6日，菩提道次第明晰引导文区入一切种智的乐道
四世班禅罗桑却即兼参大师者。四年一月七日，菩提道次第直受去入一切种智宿及道。第五世班禅大师洛桑耶喜。四年一月八日，菩提道次第教会调伏自心狂向之铁钩大格西乡东丹巴加措者。四年一月九日，菩提道次第教授萃取金经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加措传。四年二月道前基础。四年二月一日，上师五十法颂略释，印度大班智达拔维蒂瓦大师作班智达婆拉遮达尊者及著单吉仁波切口译。四年二月二日，是师法五十颂释，马明菩萨造颂宗喀巴大师造释。四年二月三日，菩提道次第新传录兰人巴哲多时人波切译。四年三月下士道。四年三月一日，修菩提道次第初修法门会状。四年三月二日，对治世间八法的方便帕崩喀大师者人清屈扎敬意。四年三月三日，策立自他一切人等痛念无常歌心持人清屈扎意。四年三月四日，心持讲解原著帕崩喀仁波切音译梭巴仁波切中译新月。四年四月上士道。四年四月一日，修心取舍所广圆略修法雍增持将仁波切者人清屈札译。四年四月二日，平等舍修法口传教授雍增持将仁波切者人清屈札译。四年四月三日，大乘修心七义根本文帕崩喀仁波切边人清屈札译。四年四月四日，最盛耳传修心七义论讲记昂旺朗吉堪布口授郭和清译。四年四月五日，大乘修心七义论灌注加喀巴大师造帕崩喀仁波切边雍增持将仁波切者人清屈札译。四年四月六日，发心密授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加措传授昂旺朗吉堪布讲授。四年四月七日，见轮修心法印度法护大师者。四年四月八日，利器之轮日常法师开示。四年四月九日，大乘菩提心法无者贤论师造修会语义。四年五月别修止观。四年五月一日，修定修观法要昂旺朗吉堪布口授。四年五月二日，修次中篇丹增加措仁波切讲授。四年五月三日，空性及弗里霍普金斯。四年五月四日，圣观部分摘要滚雀格西讲授。四年五月五日，修空性略讲李圣海居士译。005参考资料。五年一月，宗喀巴大师的原载现代佛学1957年第十二期。五年二月的造作翻译内容和题解法尊法师。五年三月，叹为陈玉娇是如实。